2.0的铜线，来，冷接给它接一下，来，2.0的模具，然后先把它杵到这个中间。好，这个使劲压，按着按着，你看能看得到这个线在动弹。OK， 差不多了，拿出来，往前推一下，这个往前推，OK， 小伙子力气大，看压的这个。对，这个毛刺去掉，很漂亮啊！看 ，beautiful， 基本上看不出来。来折一下，好的，对着这个焊的地方折，在这个接的地方折一下。强度是完全没问题啊，不会影响导通性，可以。